人是想要破坏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沉默。我们要告诉有心人士，如果想要破坏台湾的民主价值的话，应该要三思而行，应该要停止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特别成立我们的司法还有律师各方面的一个委员会。那最主要，我们强大的专业的各方面的好朋友，他们愿意挺身而出，那守护台湾的人民，守护这场选举。那我们希望选举能够顺利的来进行。